son.你们这些无耻之辈，竟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，你们为什么？快说！为什么？这都怪你自己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兄弟要你合伙做一批没有本钱的买卖，你不干。但是秘密让你知道，为了避免麻烦，所以……你说的倒好，我跟你拼了！哎呀！成了没有？常德胜出面插手，所以，哦，哼，他竟然敢跟我作对，总有一天我要他好看。是。没出息。 试一下吧。好，我来。啊。
大哥，因为你不适合练功，就不准我练武。天天熬到夜，草药，还要念书。大哥，因为你的根基不适合练武，还是乖乖的念书吧。帮爹做点事情，明天就要开张了，赶快去晒点草药吧。我这个，少说废话，赶快做事情。我可真不服气。大哥，我看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算了算了。二弟，咱到村里去玩去吧。 保时终日，保时终日，下一句呢？下二弟，大佬给人家打了，快下来呀！别管闲事。有话好说嘛，干嘛动手动脚的？
啊，四个大人打人家一个小孩，赶快滚回去吧，要是再欺负人，哼哼，看我这块够不够瞧的啊。哎哎，打我，二弟，怎么打我？哎哎哎！这个小孩子被打得这么惨，也未免太卑鄙了吧？好大胆子，敢对大爷无礼！上来！无礼！哼！退！小子！你找死啊！你到底是谁？报名啊！哎，说呀！把名字告诉他们，看他们敢怎么样。哎呀，长兄为父，长嫂为母，我做大哥的有权下命令打。大哥，你可别到时候推得一干二净的。哎呀，你看我做大哥的就是敢做敢当啊。干嘛要我报名啊？你们好好的听着啊，大爷是养生堂的常家兄弟。他妈的，来来你是怎么，你们还不逃啊？好，真有种啊。二弟陪他们玩玩，爹的事由我负责。打。好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哎呦，哎，不用帮忙，一个人就够了。你们还不赶快给我滚！你们等着瞧！妈的，滚！哎，大龙，你没事吧？不要紧。哎，那好，兄弟，咱们听歌去。哎，还不走干嘛？哦，你怕爹？哎，放心，以前有我嘛。哎，走走，大龙，走啊！二少爷，你们怎么搞的？被养生堂的常家兄弟给什么？常家兄弟？哎，可恶！他们在哪儿？大概到伊水村去了吧。好，跟我走。啊？怎么？你们不敢去啊？不是我们不敢去，二少爷，我看还是回头请大少爷来跟他们斗，不然的话，我们是输定了。好，我们回去。我们的成就可不错。哎，要不是大帅府的高副官替我们撑腰，怎么会有今天呢？老大，你真有一套啊！没有老弟你牵线也不成啊。自己人嘛，可别客气。爹，大叔，你弟弟呢？哦，可能上伊水村看妞去了，去叫他回来，顺便去收地头租去。大龙，大龙，怎么样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小弟，你不要紧吧？不要紧，小事，小事，大伙就会好的。师父，我们是不是有药？嗯，止血丹。哦，快把这个吃了。谢谢，哎，谢谢你。哎，放过点，谢谢。哪里？二弟，怎么了？兄弟们怎么这个样子？出了岔子了啊！有谁那么大胆子？常家兄弟，他们人在哪儿？伊水村。嗯，刚好爹命我去收地头租。我们走。嗯。大哥，嗯，我看把他带回镇去，让爹给他治吧。好。哎。千万别说我又打架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过了，有事我负责嘛。滚！
余家的麻烦，找麻烦，这可不敢当啊。只不过我看着不顺眼呢，咱们常家兄弟一定要插手。嗯，那，哼，那你就再插手吧。抓出来给我打死啊！我死也跟你们拼了。抓出来！哎，兄弟，打呀！你尝尝我的厉害。没想到还真有一手。区区小事，请别客气。师叔，师父，师叔，二位是不是养生堂的常家公子？哎，是啊。听说你爹是个在世的华佗，赶快先把他扶回去治一治吧。可是怕余家兄弟再来，说我们没准怕他们。哎，救人要紧。但是，不要紧，由我来对付。范总。不仅姓常的小子厉害，还有个卖唱的小姑娘更厉害。吃了豹子胆，在虎头上拔毛。哼，你们真没出息，为了一个小瘪三把霹雳武馆的脸都丢尽了。好，让他们瞧瞧我的厉害。走，慢着，他去就行了。是，是。不得了，不得了了！你家武馆的人又来了，大家赶快走！快走！不好了，快！叶师傅，小凤姑娘，他们又来了。嗯，快走，别喝茶了，走。哎，快走啊！哎，他们又来了。江姑娘，你师叔的尸首呢？我把他们给埋了。哦，没想到他们会有这样的下场。身为江湖儿女，生死不计，我要跟他们拼了。嗯，就在那边。好，啊，师父，请您先到船上等我。好。你说
常家兄弟呢？不在啊。嗯。是我要他们走的，由我来奉陪各位。哦，这么大的口气，我就不相信。上。退远点，让我来。江姑娘，你闪开。他们是什么关系？快说！什么关系？你管不着。我只知道你们这班人仗势欺人，我非管不可。好硬的嘴啊！长得还不错，我要你吃吃苦头，给我带回去。大叔，常家的事，我现在就去。我要看看那姓常的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。煎药，是爹。怎么样？哦，好多了。哦，哎，年轻人，不要惹事。今天要不是碰到我，你的命就难保了。这是不得已的，少惹是非，就不会有麻烦。带他到后房去养伤，然后通知他的父母。是爹。我没有父母。哦，你没有父母，那你家里有谁？只有一位从小把我养大的师父。你的师父？他也会武功？一点点。他是卖青草药为生的。他叫什么名字？我也不知道，人都叫他张老头。哦，莫非是他？常大夫，你认识他？我不认识。你家住？我家住福建。福建？你父亲叫什么名字？爹，他跟我说过，他姓李。只知道家父姓李。师父说，家父在十几年前被人家害死了。莫非是四弟的儿子？那么张老头是不是三弟？世界上真有那么巧的事情？你在想什么？没有什么。这次念你们弟兄是仗义救人，以后要再有这种行为，我把你们打死。是。以后还是不敢了。常大夫，我求求你教我功夫，我好报父母之仇。你找错人了，我不懂武功，只知道医术。快把他扶进去。是。常大夫在吗？戴某在外恭候。不可辱骂。爹，那他由我来应付，你们进去。是。
么指教？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常大夫在外边见的人很多，说是说不定啊。哦，大爷们驾临韩氏，是不是为了犬子和贵馆子弟闹事的事？如果是为了这件事的话，常某早把犬子教训了一顿，也把他们关起来了。如果大爷们还有什么吩咐，本人愿听大爷之命。算了算了，小孩子不懂事嘛。哈哈，那就谢谢大爷。哪里哪里，本镇上有了常大夫，可能会减少很多麻烦了。哦，这话怎么说呀？因为听说常大夫武功好，见识广啊。哎，见外了，我是一个行医的穷医生，哪儿会懂得什么武功呢？哼，一定是大爷们误会了吧。啊，常大夫，你太客气了。哎，哪里哪里。哦，今天是必药铺开张，请诸位到里面干几杯怎么样？不，管理的事情还很多呢，改天再来。哦，那就请慢走。告辞了。放心，既然他来找我们的茬，正是我们报仇的好机会。但是这个常老头，我们还不是他的对手，所以不敢轻举妄动。虽然我们敌不过他，可是别忘了我们的高副官。他人现在在哪里？在大帅府。听说他这十年来练了一手绝招，铁掌八刀。你们不是说写信请他来了吗？是的，大概不久就会到。师傅。啊，我去采药，你好一点没有？嗯，好多了。啊，师傅，没姓戴的老头拳头可真不轻啊。他你还应付得过去，还有一个姓高的，自从在大帅府当了副官以后，这十年来练了一手很厉害的功夫，要是遇见了他，你要加倍小心呐。师傅，我要找的仇家会不会比这两个厉害？你要找的就是这几个。哦，那么姓高跟姓戴的两个人都是啊？不止这两个，还有一个于谦，是霹雳武馆的馆主啊。我知道了。站住，你要上哪儿去啊？我要找仇家去。傻丫头，你要送死去啊？师父，难道你叫我不要报仇？哎，我不是不让你去报仇，我是要你用智去。哦，对，我觉得那个小兄的身世值得怀疑，也许他是你师父。您是说他会是我失散的弟弟？说不定啊。我现在就到饮水军去打听一下。哎，你这样去他们会认出你来的。我就想个办法让他们认不出来。过去我看你有两手，怎么会被他们打成这个样子呢？按道理那四个大汉不是你的对手，难道说不得已，为了遵从师命只好挨打，如果回首就违抗师命，所以所以你只好忍耐是不是？是，师父说如果轻举妄动要找仇人那就更难了。嗯，哦，对了，刚才那位卖唱的凤姑娘为了我的事也挨了打。是啊。你可在担心凤姑娘是不是啊？别担心了，先喝了药再说吧。两位大哥，嗯，让我去看看凤姑娘好不好？哎，你伤还没好呢。是啊。不要紧不要紧，你们看
我又能打又能跳。没关系。看你年纪轻轻的还是个硬汉啊。哎，那我可以走了。大龙，你大龙啊，你又出来，你不怕死啊？当然不怕死，死了再几年又这么大。小儿子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位卖唱的凤姑娘？她被姓戴的打伤，回去养病了。我真对不起那位凤姑娘，为了我害她受了伤。如果再见到她，一定要谢谢她。哎，应该的。大龙啊，为了你的事，不但害了小凤姑娘，就连这卖艺的江姑娘都被抓到烟馆去陪客了。可恶！你到哪去啊，大龙？我去赌馆。大龙，大龙。小哥。请问赌馆在什么地方？就在前面镇上。如果不听大爷的话，那就有你的好看。哼，你们这些土匪，无法无天，总有一天会死无葬身之地。哼，简直是找死。打。小兄弟，要谨慎。好。那是虎口，那个地方是虎口，进去了就出不来了。你是谁？我是远方来的，今天在沂水村看你被打了一整天，你还敢进去？我看你还是在这儿看热闹吧。住手！好硬的丫头，你敢不敢？死也不肯。嗯，好，再打。客人来了，别打了。什么东西，敢到这儿来插嘴？不才杭州人，姓惹名是非，久闻霹雳武馆的大名，今天特地前来想开开眼界，想不到这么扫兴。什么惹是非你？哎，兄弟别听错了，不是惹是非。骆是左马右各的骆，士是人士的士，辉是光辉的辉。哦，原来是骆少爷。不敢当，前几天有一笔额外的收入，想到此地玩玩，遇到这种事情太不痛快了。他是买来的，钱拿走了不肯接客，所以该打，是该打。不过总是个娘们儿，就让我来劝劝他吧。你因为我看他还不错，所以才管这点闲事。好吧，让你试试看。谢谢大爷给我的面子。姑娘，大爷们对你不错嘛，怎么拿人家的钱不替人家做事？我看还是乖乖的听话，大爷们不会亏待你的。不要啰嗦，要我陪客死也免谈。有办法把我赎走好了，我愿意终身伺候你。哦，嫁给我。好，一句话。哎，大爷都听见了啊，怎么样，能不能让我带走？可以，不过要200个现大洋。谢了。就这么决定。这封是50块现大洋，点点看。其余的我回头就会送来。不过话可要说在前头，要是让这姑娘溜了，我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。大爷，我走了啊。
子。哦，对了，你把这些情形去报告大老板，并且告诉你叔叔。是。朋友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位姑娘？嗯，不必多问了，快跟我来。到哪里？养生堂。二弟啊，嗯，由今天开始我们不许出去，都是我害的你啊。哎，没关系。哎，长平哥，别打了，还是自己人呢，别打了。这话从何说起？我也不知道，只知道他是跟余家作对的人。小弟若是灰，请别见怪。哦，现在不谈别的，救人要紧。哎，救谁呀？就是那位卖艺的江姑娘，为了我的事，她被余家的人抓去挨打。什么？江姑娘？我很喜欢她。你快去救啊！要是爹知道了，哎，我早说过了，长兄为父啊，爹的事由我负责，快去啊！好，那我们走吧。霹雳武馆非比别处，只能智取，不能力敌。里边请啊！我们进去吧。别看得那么简单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早有安排。好久没来了啊！我已经在这儿等你好久了，这场戏可要看你的了。好，你放心好了。你们在这儿等一等，我先去。来，我的钱拿出来，我的私房钱还给我，我的私房钱还给我呀！拿出来，拿出来呀！你这死没良心的！你这死没良心的！把我的钱还给我！我绝对不放过你的！你这没良心的！把钱还给我！把钱还给我呀！好啊，孩子生了，钱也骗到手了，把我的私房钱拿来玩女人，你太没良心了！我绝不放过你！我绝不放过你！你打我！你打我！我给你赔了！我给你赔了！我给你赔了！老板，先把他关起来，等我享受享受，再一起把他带回去。150现大洋，点点看。把钱还给我！少啰嗦！你这没良心的，你这死没良心的！快起来！走！先带我到赌馆去过过瘾。大爷，请到后院。小子到武馆来要江姑娘，现在跟我们打起来了啊！可恶！快点，慢点，你慢点。
现在江姑娘算是我的人了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。呀！来要人吗？不错，我就是来要被你们抢来的江姑娘。哦，但是现在江姑娘不属于霹雳武馆。打开天窗说亮话，大爷来了就是要人，不管属于谁。哦，这么说咱们兄弟要见个高低了。敢来就不怕，请便吧。嗯，有骨气。好吧，我把江姑娘带出来，谁胜谁就带走。好啊，玉馆主，请你把她带出来。嗯，是。是你想吞掉我那200现大洋，把江姑娘藏起来，连我太太都赔上了。玉关主，你对我怎么交代？这什么？想吞掉大洋，可没那么简单。事到如今，只好把大洋还给你。哦，还给我？嗯。我不要。那你的意思？我的意思，我要那位姑娘。哼，姑娘没了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我一向是在黑白道上混的，事事都用拳头来解决。哦，那你是存心来捣蛋的了。也可以这么说。兄弟，既然人没了，咱们也不必再争了啊。当然了，那咱们可以合作了吧。好。哎，哎，
明天把武馆解散，否则的话要你们的命。胡说！严儿，看见了，还不赶快追？是。对。哎呀！哎呀！放开，谢了，咱们赶快分开。凤姑娘，你这场戏演得真不错，我们总算出了口气。武馆里的人不会就此罢手的，以后我们要小心点。嗯。小兄弟，你是不是福建人？是。那你的父母？咱们先分手，走。可恶，真是他妈的太可恶了。我两个儿子，一个死一个受伤，以后我还有什么脸待下去？要是让大老板知道了，这个罪可有的受了。大哥，你放心，大老板已经知道武馆里出了岔，所以他才叫我赶回来接应，他又说勾副官这两天就来了。一再叫你小心，你不要愁眉报称自己就大师，你们是他是我的徒弟，他的身世说来话长啊。这五年前有一天正路过青黄山，突然听见尖叫声。当我走过去，我发现一个女人被奸杀，杀人的凶手竟是背叛师门、作恶多端的冷面蛇。这些年来，他一直跟着我练功习武，念念不忘杀母之仇。如非佛门中人，绝不放过他。大师，那么他是你的他是我的师弟，这人诡计多端，听说他隐藏此地。到哪儿去了？说你要不说实话，我就打死你。昨天晚上和大龙一起到霹雳武馆去救那个姓江的姑娘去了。畜生，你们真是惹火烧身。爹，你怕是不是啊？住嘴。爹，您早啊。干什么去了？我到外面去散散步啊，还有练练功。老二啊，别说瞎话了，我全告诉爹了。爹，您别生气啊，我把他们打得七颠八倒的，让他们知道我们常年不是好惹的。我们太有面子了。你做的好事，从今天起不准你出大门一步，把他给我关起来。姓常的果然躲在这里。我找了他好几年了。勾大哥，现在要怎么处理呢？我虽然有大帅做靠山，但不用势力压他，我要跟他比个高下，让他死得心服口服。要是这么做，姓常的恐怕会逃掉的。不要紧，刚才我路过沂水村，那儿的地点很好，你在那儿搭一座擂台，就用你的名义把姓常的引出来，
郭大哥，什么时候？三天后。高亮出的主意虽然不错，还是不够辣。擂台让他去了。嗯，你们到养生堂。是。这倒霉。小凤姑娘，你看就像这样，我们生意怎么做嘛？大龙，大龙，大龙，哎，怎么样？不好了，他们搭擂台对付你爹呢。哦，我爹怎么说？你爹说不管他，但是事情是我们闹的，应该由我们来解决啊。好，哎，快点把门锁打开。好，我来。哪儿去啊？看打擂台。看打擂台啊！听说郭亮也出现了。师，三弟，十年不见了，你上哪儿去啊？去看打擂台啊！老四的孩子呢？去打擂台了。哦，那么他是小凤的弟弟了。嗯，我们应该找个机会让他们姐弟见面了。对，我们走吧。嗯，大师，请。请。请。哎，爹，爹，不得了了，老二去打擂台去了。哦，他怎么知道？哎，是大龙来说的，哎，门也是他打开的，我劝他不要去，他不理我。这个畜生！去，下面有没有常家的兄弟在？请上来。既然常家的人不敢来，那么有谁敢上来？胡扯！不要太狂！来给你送终的，不见得吧？我问你，是谁指使你来的？嗯，冷面蛇。冷面蛇？这个老狐狸还活着？既然知道，那你也该死得瞑目了。上！凤姑娘，这个该留给我了。三个人都有一手啊，来，一起上。
相认了，
千金。爹爹。师父，我已经受伤了，我们的仇怎么报呢？放心，我就是要看勾亮十年来练的是什么功夫。到现在我才明白，他练的是铁掌八刀，所以我也准备好了。准备什么？那锅汤是生津补伤汤，你快把右腿放进去，伤很快就会好，可以挡得住铁掌八刀。师父，那怎么行啊？要是你怕，头就不用抱了。师父，我下去。哎，慢着，还有他陪你一块下去。常大哥，你不要紧吧？不要紧。快把你的手放下去，一个月后你的手就是天下无敌了。虽然要紧，可是也不要太累了。姐姐，我要破勾亮的铁掌八刀，怎么能不练呢？据师父说，武馆高手不少，尤其是幕后那个主使人，功夫既高，人又阴险。我看以后还是让我跟常大哥出面。姐姐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关心我，可是姐姐，报仇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，你是怕我伤在两面蛇的手里。Oh!
还有人敢来挑战，狗粮呢？在后边抽大烟呢，一会儿就走了。叫他慢点回去。是。过来。狗粮压好，别想了，老子你别狂，老子今天收拾你！
跑。我跟你们拼了！啊！姓高的小子跑到哪儿去了？大爷从来不会躲的。不错，不到一个月的功夫，居然有这种成就。好，今天我要送你们两个一块儿去。别动，有本事开枪吧。好，狗亮，这是我们早就安排好的，今天不再玩这个小玩意儿，而是要看你的铁掌八刀。张老头，原来是你在作怪。十年前我们早就比划过了，今天是他们跟你比。还我去晒晒。哎呀，开枪。干嘛？放下。铁掌八刀的厉害。我也要领教领教你的铁掌八刀。我在这儿恭候你们。哼，总算找到了你这位武馆的幕后老板。啊，对了，而且还是帅府的走狗。随你们怎么说，我要是早知道你们的身世，绝不会让你们活到现在。哼，等你知道已经太晚了。不晚，帅府马上就要派人来了，看你们怎么办。白影大师那个老狐狸可慢了一步。你别打如意算盘了，你们帅府派来的人可
可能现在已被白影大师一网打尽了。哦，哼，那么你们把我这个残废怎么处理呢？残废，哼，照纱布。好，那你们就请便吧。听说过，当年威震大江南北的冷面蛇就是我。爹说的对，你真会伪装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我们找的就是你。哼，就凭这两下想报仇还早呢。今天你罩不住了吧？喂，
娘。